咋了？那猫又来了？吃的了，哈，那猫太瘦了。哟，来过来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！来，妈，这家伙！哎呀，今天来，今天来要吃的了呀。早后来，谁家猫？这瘦劲儿，都没有肉啊。哎呀，那应该见别的猫。我们家猫蹲着瞅着。它不敢上前，这个大公猫没能耐玩意儿。你家猫都是瞅着，你看这猫嘎叽嘎叽的吃，天天喂，天天喂，捣鼓鼓的，天天给猪嘎一把吃。因为他家没人喂，咋不知道？天天做饭。天天一看那个我媳妇在这块做饭，就开始喵喵叫啊，喵。米粒啊，咱回家不？米粒啊，咱回不回家？米粒。他从台上，我一到这点儿，要点儿，后黑点儿，到6点钟就过来。他狗下脸的，这毛这么硬啊？那个还行，摸还没事儿哈。那你再喂他，再摸他，再不行了还。我得说，这家伙好几块钱一斤，你知道不？吃点走吧啊！吃不得还不走呢，还是挠挠的呢。咱家玩毒玩儿，打滚儿又打滚儿去了。他不愿意的，天哪！妈呀！能！哎呀，那你敢欺负我家猫弄你？你看咱家猫吃点东西费你妈拉的，不吃。真的好奇呢。那旁边就瞅人家，不敢人家都坐大光明看。你们今儿瞅人家。哎呀，还怕人家玩毒玩儿，你看。贼咕咕的，跑了，又跑了。这呢？它还会嚼。会嚼，咱家的猫不会嚼。一个字不给你剩，整干净呢。朝前一把，后黑一把。习惯了，天天上要吃的了。天天要，你在我这屋说话，它听不了，它猫晚上很惦记。看我家那猫哪儿去了？米粒儿过来，米粒儿，米粒儿，哎呀，那埋汰呀，上那儿打滚去了。回来走，咱回家走。妈呀，还没吃得呀？咋跟着？捣鼓鼓的去吧。好像没吃得。咱那啥的猫吗？嗯。有那还得回跟家跟我一个猫吗？妈呀，还想摸？你走了，我再给抓一把，还没吃得。那只还要，它还要，什么声？哎，你跟你叫忙。妈呀，又来了！哎呀。来这儿来，来，没吃得，你看，没吃得。妈，这挺能吃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猫，你说也不喂，天天上我们这要吃的来，那挠挠叫。你说你不要没有发了，我给你拍。我照前洗脸猫，拍卫生间那嘎达，瞅着我。啊，就趴那个窗台那儿。那就拿挠挠的。啊。我给你抓一把，我哪有功夫抓去？我抓一把我就走。我在家干啥？天天来要吃的，要习惯了。他习惯了，他可会下点儿了。嗯、啊。他可会下点儿了，他准知我啥时出，啥时回来。我要说话，他还听着了。一说话就着急要啊。真的。这家伙这过劲。耳朵可尖了。咔咔吃。你也吃点去。抢去！回来他不敢去，他不敢去。米粒怕人家。你说你完蛋，玩大有火着，你怕他？这就是圈养和野生的区别。你看人家没食儿了，我敢要；这个没食儿了，那就要去。你怕人家呀？嗯、啊？你看他害怕，他说米粒怕人家。嗯。呀！妈给吓着了，给米粒吓着了，哈哈哈哈，给吓着了，那是的。吃吧，一边吃一边捣鼓的。
可吃没了，也不知谁家的猫天天来要吃的了，每天定点早一遍晚一遍，早起来要，晚上来要，家里好像不喂，这猫可还挺瘦，一天喂一把，喂一个来月了，天天早起来，得了，这还有的这呢，吃了，这去吧，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啊，怎的？哎呀，开始跟你身上蹭，你家急的这，你来我看他找你吗？干嘛呀？嘛呀？过来，跟身上蹭，溜须呢，掉毛。等等，喂喂你，给我点吃的、啊。你要干啥呢？寻啥呢？不给我吃的，我天天来的。不给拽吧。来来来，快吃吧。一天天的，妈妈妈妈，又给你撑的。明儿你给哥哥碗吧。这家伙。你看他有狗，还让学吗来了你？猫有狗的，这儿呢，来吃吃，给你整。你上我手的枪还用的跟都是油一样的玩意儿，这家伙天天来，天天来。屋里那有吃醋，没听见屋里的叫吗？你家那个完了又吃醋了，我们家那个吃醋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姥姥。看，这个小李子已经甩叶了，这是李子。这边这个桃也不知道死活，但是这个枝没死，这个枝已经死了，先放两天看它能不能长叶。我的妈，你干啥呢？这是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过年过年能吃，过年也接不上梨子，这小枝小叶甩多好。哎，这个咋还啃了？妈呀，这个死了，这个没死，好像这依然活着呢，软乎乎，啃嘎皮儿，没事。这个没接好。然后这边有块空地，我准备摘两棵果树，一会儿跟我媳妇儿上集上去买两棵果树去，今天是我们这集，走，看看有什么果树。这爬山虎还留着吗？不要了，那我看看。这长去吧，当然，个儿里都冒出来了。哎，这爬山虎都爬都钻出来了，搁这儿都钻出来这爬山虎，这边真厉害。哇，这败家。哎，嗯。我看那个别人长了，你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卖好吃的，儿子，啊、吃吗？不吃。怎的呢？吃啥？吃饱了。今天早上吃饱了是吧？吃饱了。嗯。靠，不上课了吗？这人后边倒那波哥一吃一口，靠，一看不好吃。哈哈哈。卖菜苗的。嗯。菜苗的。卖啥苗的？啊。儿子给你买个小花布吧。不是树苗在哪边卖呢？里边呢？走，这还有卖花的呢。月季。嗯，哪个大呀？啊，大吗？行，行。哎，那边有鸭仔，看看咱家狗会去追吗？都没去，你看人都没瞅。这都什么？这李子吧，李子树，啊，桃啊，这什么红桃，大红桃，那个山楂吧，山楂树，那有黄桃，那是什么太阳桃？绿色呀，这是？没有，它这是应该是，这是鹅吧？燕子啊，燕子，那边是鸭子，那鹅，这也是鹅，白鹅，个大吗？嗯，个大，这是白色的，没秀，过来，这狗还行，它没上来咬，没有，它没有，都没上跟前来，不能咬啊，找它亲人呢，亲人呢，没秀过来，这是啥呀？
大樱桃啊，啊，这中两颗这个得了。中外边，中外边。哎呀，他谁让摘谁摘呗，能咋的？没事儿，谁吃不是吃的？拿这两个苗。给钱呢？妈，我哪有钱呢？谁当家不知道吗？哎，这个接蓝桃树能接活吗？接不活吗？我那这接不了。接不了啊！我家这桃树要接个李子接活了。桃树接李子。好接，桃树接李子好接是吧？嗯。大樱桃一摘着了，我跟我儿子一人拿一颗。来，咱爷俩一人砍一根啊！拿这个吧，我收拾了，收拾去了。等会儿儿子让他给收拾去。雕了，你没有雕的话，我那啥，我给他摘个树，摘树咋不摘树？树不咋我啊？那啥，人家那个原来，他妈守着人吃肠呢，在拉萨收养呢，磕不磕？人吃肠啊，守着啊，啊，鼻子咋好使的？快走，快，走，到家了。哎，狗都坏了，还接狗呢。昨儿种苞米，狗就干坏了。嗯。在家呢。使劲，用力。啊！哎呀！用力。这啥狗啊？啊？那狗能行吗？那狗咋不行啊？那狗没那个好用啊。快说，拿出你拿那原来玩盗洞的时候那力气来了。盗洞那是沙子不是人吗？啊，看看我大叔院人家收拾多干净。搁集上花20块钱一颗，买两颗大樱桃。嗯，他一颗不积，买两颗。韭菜哪天吃上红来割了，妈这还有小葱呢。大哥，哎，咋的？赶下飞机，咱也买狗吧。买狗吧。买狗吧。哎呀，真好啊！有人干活了。今天写着这个鱼没白吃啊。冒一洞就挖出来了。嗯。这叫搁出一堆新丝道。这一块儿我都心上道，那你摘它干嘛呀？坑小，坑小，坑小，再大点。坑不小，你儿子没有大妈，因为我都啥玩意挖的，不方不正的，什么玩意儿？嗯，欢迎小玉。咦，有，加油！我那什么玩意儿，这不往那走。大叔回来了，大叔回来了，我得让道。大英子，我摘的啊，我摘的啊，谁吃不是吃啊？哎，夜里的一烧水，这就是可是味蕾了，心事到了，活不活就在乎你了。哎，水浇了。祝你活啊！